来帮你做个临时约会，该不会今天是你的老乡好吧？会不会就？你的部分了，东东。哇！孝子。一月的时候就会有那个，就是这个嘛。我想休息。太快了吧！好、哦，听说今天又是全新计划，全新。我看到旁边这三个，什么意思？任意门，想要谁出来，他就会出来。蔡依林，这个有点太夸张，太夸张了。主要是今天来帮你做个淫女约会，但是要先了解一下立冬，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职业？职业不分贵贱，我都可以。他不管怎么样，最终职业还是我老婆。这个职业是所有男生梦寐以求的对象，最火红的什么职业？拉拉队。不，因为你也跟蛮多拉拉队。我外号是拉拉队 Killer。该不会今天是你的老乡好吧？会不会？如果以棒球来讲，以前就是算是乐天，比较被大家知道嘛。那现在因为呢，该有人是不是？他不是乐天的，每一队至少都有三到五个，这高非常高分，不是非常高分的，不要讲我烈焰呐、啊，我的名声就被你们传坏了。来，欢迎我们今天的女主角出场，欢迎。我听到你的呼唤了，东东。哇，孝子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要找谁？你是要找谁？懒蛋芝芝都没有来，那我放心了。所以说，坦白讲，我跟他录过几次节目。对。他在一次的表演，用他的头发，一般是我们是闻发香嘛。他的头发是直接啪，把我打到快脑震荡那样。好像太痛了吧？好痛啊！可是你刚才讲，你期待的是乐天呢。我没有，我有讲，你刚刚有在外面听到吗？你是那个啊，对不对？统一的嘛，富邦啦，还是要先讲一下彼此第一印象的感觉。其实如果是那个不认识立冬哥，然后我看他第一印象，我会觉得他长得蛮憨厚的。那是啊，是蛮舍哥，你这样统一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呢，连你都不相信吗？那个眉毛呢，有一点点微微的往下一点点，衰衰的，觉得有点可怜的。你要说可爱吧，想照顾，欠照顾。但是因为立冬的口条太流利，哎呦，然后又太有梗了，哎呦，三句话就有一个冷笑话，那是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好冲突的一个人，很冲突。对，这个女生，就是看起来很安静，在我听到他们一群女生在聊天啊，或者是看到在录影的时候，她其实是笑笑，疯疯的，疯疯。可是因为我喜欢这种反差感。一般啦啦队好像偏娇小的比较多，是跟你有绯闻的偏娇小比较多啊！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啦？先听一下你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算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安排一个认识彼此的时间，看可不可以更了解。可能现在是泡冷泉温泉吧？这么突然，太进阶了。啊，这样不行不行，开玩笑，因为他们节目都会弄一些奇怪的。Go， 一日约会 Go。我们现在已经真的有点约会感了，深入的认识彼此了。对啊，接下来在你看这个河畔旁边，你们想问秀秀是什么？你这个啦啦队啊，你想要跳到什么时候？我以前会说可能两三年，是进入啦啦队之后就觉得说这是我蛮喜欢的，可以的话跳到40岁都。40岁，希望呢我会努力。好，那我现在有个问题了，假设你现在遇到一个真的你很喜欢的男生，然后在内湖有一栋房子。然后呢？好实际哦！不要说在内湖了，这太我个人。好实际，不想说萝莉。他有车有房，然后事业稳定。他想说，你可不可以为了我，不要跳啦啦队？然后他希望你只为他一个人。哇塞！这样，你很认真的在问呢，好浪漫哦。啊，你答应了？那是你朋友。我要单膝下跪了。太快了吧！最大兴趣是什么？最大兴趣、喔？对，我蛮喜欢画画的。画画，因为我的其中一个梦想是成为漫画家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我是超级动漫迷耶。真的吗？可以聊吗？我是超级可以啊。我也看动漫。近期你们看什么？我都看异世界系列。哦，异世界，来自那个什么流浪美食家那个、啊、有没有做菜那个？有共同话题。天哪、啊欸，有感觉。我在家里
然后躺在那个懒人沙发上。对啊，然后两个人飞一整天，然后在那边笑笑，然后喝咖啡，然后吃东西，红酒也可以。哇，有这种玛丽的？我觉得好像这要换新计划了。已经做一期就已经找到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对于另一半啊，有没有什么坏习惯是你完全不能接受的？我觉得女生偶尔小任性可以啊，但她不接受我任何过去就不行。因为他动不动就好像拿这个东西来夹起来，对，夹起来，然后你是会吗？我不会，我忘得很快。我的好处就是忘得快。其他东西就是卫生习惯，很久不洗头我也不洗。很久是多久？三天。每个人标准不一样。你这个有点三天的样子哦。没有，很久是多久？我觉得我的极限是三天。我觉得三天不洗头很正常哎，真的是蛮正常的。那秀秀子目前已经几天？目前哦。应该两天。来，你给我们先问一下。我们才刚认识就要被闻这个。还行。再放一天就不行。再放一天就不行。就会有味道了。同学是那种一个礼拜不洗头的人。是你的团员吗？没有。围结巴是女生。没有。谁？师妹啊。我就说我忘得快。乱讲，随便讲一个事情。地雷是什么？什么坏习惯不能？地雷哦，我还蛮注重气味的。口臭，我就超级介意，尤其口臭很解嗨。去牙周炎，我不要害。而且我刚刚录以前才吃的鸭肉羹，全部都上味，你要我怎么做嘛？如果像你们第一次初次约会啊，会用什么方法，就是让对方感觉到心动？我很喜欢笑容很好看的男生，结果他在一个聚会上可能跟其他朋友聊天，然后聊一聊，然后你就这样放空看他，他就突然给你一个浅浅的微笑的时候，大笑，是乌梅子酱吗？对，就是乌梅子。你是抽鸽子吧？你是真的认真的吗？哎，不经意的笑，才是在聊天。不经意还是不经意？不经意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。好尬！真的好尬！我觉得你刚刚这边的肌肉都在尖叫，好尴尬。立冬。我觉得就是那种自然的，比如说喝饮料啊，他咬吸管的样子，然后放空，你就觉得哦，那时候很猛。然后就是他认真的想要听你发生今天发生什么事。来示范一下怎么样？你今天怎样？感觉不错吧？天气蛮舒服的。那你知道这边的啊，七月的时候就会有那个，就是这个嘛。是吗？有吗？对，有吗？有啊，就是那个不经意，然后就这样，很认真在听你讲话。好，不要录了。接下来这一趴呢，就是我们女生还是会有个任性的小要求。我就想说，因为女生常常逛街的时候，然后都穿很高的鞋。如果立冬哥有机会体会一下女生是穿高跟鞋，然后所以顺便背我去买个饮料的话，我应该会觉得非常的贴心耶。好啊，我就 OK 啦。我没有。哇，这一般是发生事情才会穿，在河边，多不吉利啊。为什么变姐妹套？变闺蜜出游。哎，这也没问呢，这也没问呢。你走，加油 ，OK 吗？够，浪漫的哦。喜欢。我想休息。太快了吧！哎，男生做到这样子真的是真的哎，因为女生有时候也会脚受伤啊。对啊。怎么样啊？要杯子点餐哦。你想要喝什么？我想喝蔓越莓汁。一杯蔓越莓汁，你要有酒精没酒精？好，有酒精也可以。还要有酒精。好，没有酒精盒。要快一点，为什么你？啊，对啊，老板做一半啊，我还是有酒精好了。好。耶。来来来，先哦。来，我。不钱。谢谢。我来特调，你先不要看。特调。对，你不要看。冬秀，那个秀是不是有一点快要写错字？不是，因为我刚刚手还在抖了。咚咚咚锵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
好贴心哇！一样，秀秀子，刚才这样一个任性小要求，这其实体力也是要有一点的哦。我觉得这是任性大要求，蛮任性的。最后一趴，有一个甜蜜小互动啊！什么游戏？我先听看看，可不可以发现接下来就是夹球，脚底开始夹，夹到头，三个球让你们选择了。太小了！先从圆的开始，好啦，简单的手球啦，这个啦，躲避球啦。顶了吗？你顶了吗？这样子一定上不来。这什么姿势？你放我，你先放我肚子。放我肚子。你这个姿势不对。哦，已经太高了。哦，我下去。我上去。这什么？我们会不会公然猥亵啊？你。对你渡我这个，你渡我，对，哎，这样可以了啦，有，可以吧？有，OK。来，橄榄球，这个很难。橄榄球人他们都会办 party， 什么？那游览车也会办 party， 游览。人家刚才对你印象还不错，你突然把自己又用回那个张立东了。我是要他化解这个尴尬，这样踢到我。我没有吧，没有吧。好，这样。好。哇！好，可以了。可以。好。哇！厉害，成功。秀秀子，这样经过一整天的互动下来。你心里对我们立冬的感觉？一整天这样相处下，我觉得立冬是比较偏憨厚老实型，就跟平常他那些爱开玩笑那个爱卡游的那个形象差很多。就我觉得其实他就是感觉做人是蛮认真的，就是对于另外一半的话，我就觉得那个氛围是有慢慢的，好像有一点点小东西要慢慢起来的那种感觉。接下来要最终大抉择咯，要让我们秀秀子来决定。立冬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可以发展的对象？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立冬有后续发展的可能，就把手放上去。舍哥，愿意你就直接走掉。立冬第一次的联谊，后面还有发展的机会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喏，哇！哇！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浓烈的火花，但我觉得我有看到立冬哥一些很诚恳的特质，是我觉得可以再探索一下。我们要去探索南港，很近。没有。后续就是看两位有没有办法相处更融洽吧。那所以这个一月不会再跟别人约会？还会啊。有可能是再是你啊。OK， 那对啊，你不要走心啊，这是做频道啊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。一日约会嘛，对，下次见。所以我是哪一队？你是富邦啊，富邦悍将。我很怕你讲，对不对？其他的不会。哎，你该回去了。